蒋方和乔燕在主合同存续期间对乙方秦以月产生了条例之外的情感，特此补充条款提出进一步深度的合作，与乙方以恋爱关系正式交往。眼睛是说着一幅画，关系确认之后，如果乙方没有什么意见，合同期限可以无限期延长，比方说一辈子。你说什么？你说过你已经没有任何理由继续留在我身边了，那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永远留在我身边的理由。怎么办？我明明喜欢你呀。
融化。